欢迎回到博文夜夜秀。最近选举快要到了，很多人都想要上我们的节目来做访谈，但是我们发现有些来宾一走出来的时候啊，所有观众的脸全部都是谁，就是还会问旁边的那种，他谁我不认得。所以我们这次决定就是你好我也好，我们就这些来宾我们不让他们上节目，但是呢他们可以荣登我们的最新单元谁。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回到谁这个单元，我是主持人博文。通常我们这个单元都会访问一些默默无名的人，但今天居然邀请到了一位家喻户晓的大人物，我们来掌声欢迎陈汉典。你谁啊？张汉天啊。张汉天？对。好演张汉天是什么？就上次跟你讲过要上谁单元的那个，脏话很有名。脏哦，你说在脏话很有名？脏话很有名。他在脏话有比我有名吗？他粉丝有比我多吗？蛮多。哎，欢迎那个张委员，你好，欢迎来到这。我好，你好，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是彰化立法委员候选人第二选区张汉天。张委员你好，其实我有看过之前张委员提出来的政见，好像对农产品的一些政策是特别在乎。是的，因为汉天来自农家子弟。那我问你一个农业相关的问题，可以吗？南部种跟北部种哪一种比较好吃？当然是南部种啊。南部种比较对味，北部种不是三地油饭吗？不是。陈汉典他就会说北部种比较好吃的，没关系。今天早上有看到汉田 天哥的贴图 ，LINE 贴图。这个贴图是公益性质的，是吗？是公益性质的，我们全数所得都捐给家扶中心，集大家的一份心力。了解。你有推荐更丑的贴图吗？更丑的，你吧。听说你还有在乎彰化青年教育的问题。是的，对。那青年教育我这边也有一个很重要的讯息想要跟他们讲，我可以借用一下。好。北部粽不是三滴油饭，北部粽才好吃，彰化人不懂。委员刚说很在乎农业这一块。对，尤其是对农损补助这一块啊。那你有多大的决心？很大。我问你有多大的决心？很大。太好了，那你至少脸书有换滤镜吧。啊，这年头你一定要把脸书换成某个滤镜，别人才知道你在乎什么议题啊，不然别人怎么知道？你做事情就是要做给别人看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其他政治人物都知道作秀，就你不知道？好，那我们回去再讨论。你至少有拍影片吧？也还没。拍影片，来，委员跟我来。好，委员准备好了吗？那我要做什么？我看你说农村补助，所以你现在是个农产品，你是一个大香蕉。你给我一个受伤的水果的表情，来，受伤的水果，来啊，这样完全不行啊，需要一点技术指导。贺龙过来，贺龙来了。帮我，怎么样？来，你给委员示范什么叫做一个受伤水果的表情。来，我不会，不会，来，这样都不会啊，这样受伤都会演啊，表情出来，受伤，这个水果就是这么可怜啊。但委员会了吗？好，委员拿出你的决心。好，来，决心来。好，三、二、一 ，Action！ 给我个受伤的水果。受伤是再难过一点。哦，好难过啊！啊，雨淋下来了，你被雨淋湿，你要说什么？我好冷。哦，好冷。好湿，好可怜的水果啊 ！Fantastic！ 委员现在土石流下来了，我很脏。最后一趴了，这样真的可以吗？没有问题，情绪不要断，再给我情绪。来，工作人员上道具。上什么道具？工作人员上道具。原本没说啊，委员，原本没这段，委员能不能有农损补助，就看这一次，为了农损，拼这一次。好，来。Determination， 所有人躲他，抹上去。哇！成功了，
正点了。嗯 ，beautiful。海风吹进雨水来喽。哟西，委员，啪！农民是台湾心里最重要的一块，没有农民我们就没有好吃的蔬果。你看香蕉跟农作物被土石流掩埋，被大雨侵蚀，我们台湾必须要团结保护好我们的农地。彰化不只有霸王，不只是有小吃，我们要让全世界都知道彰化很美。汉天在这里一起邀请大家守护家园，体恤农民，放宽认定，增加补助，农损要顾，汉天来守护。我们再次感谢张汉天啊，居然配合拍了这种影片，绝对黄标，绝对黄标，真的是看出他的 determination 了。夜夜秀休息一下，我们稍回来。